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啊，今日咧终于就开放咗呢个 Pokemon Master 就可以玩噶啦，喺呢个29号啊。咁我哋而家即刻试玩啦。之前我亦都未试玩过嘅，即系用 VPN 嗰啲。咁我哋而家入去啦。请选择角色使用嘅咁嘅日语啦。OK， 选择呢一个嘅出生年月日咯。设定今日无法更改，呢个应该系货金嘅一啲设定啊。好啦，居住喺香港，咁啊已阅读，咁啊呢都同意啦。在游戏通知中使用个人资讯，不同意。向第三方，不同意。提供最后登入时间，同意。Go。OK。咁啊，我完全都唔知道，咦？任天堂阿卡，我稍后再讲啦。任天堂好麻烦嘅嘢，即系通常呢啲。联动嘅好麻烦，为咗防止咧会传送通知要设定吗？唔使啦，唔货金嘅我。OK， 系啦，咁啊睇下先呢度，我哋逐个睇啦，反正有时间。人称岩石般强大嘅男人馆主啊，喜欢咧照顾年轻嘅训练家，适时嘅帮助系一位可靠嘅训练家。65青绿，著名嘅大雾博士嘅孙，关东地区屈指可数嘅实力派训练家。阿 Red 咧系佢永远嘅劲敌，亦都系最好嘅朋友啦。吓、啊，呢个系阿小茂啦，可以呢、這个又唔可以话系小茂嘅，系啦。不过系小茂嘅样貌系啦。咁啊，因为有分特别篇啊，同埋呢一个嘅动画版嘅唔同之处啦。OK， 咁呢一度嘅 Red 咧，亦都系唔讲嘢，沉默寡言嘅 Red 啦。出生喺龙精灵共同生活嘅一族啦，呢、這个龙之使者啊，我唔记得咗啲咩称号啦。开朗活泼嘅少女训练家，精灵对峙嘅实力高强，虽然年轻咧有住冠军嘅身份系啦，第二代冠军黑白二嘅呢个嘅名医，咁啊爱出风头、开朗活泼、充满正义感嘅少女训练家，梦想咧系要同世界上所有人咧用依鸣惊人嘅对战。OK， 有成语，但系我唔系好熟悉呢个人啊，因为我冇睇嗰啲有关于呢个人的故事。咁啊。个性开朗健谈，鍾意同流行嘅道馆馆主好骄傲，自己嘅精力都好可爱，但输咗会不甘心地奶喊大奶罐。OK， 茉莉係咪阿罗拉地区队长之一，为咗搵出呢最好嘅创作主题，一边呢悠闲咁旅行，一边喺度画緊人同精灵都鍾意嘅话。小游千里嘅仔呢、這个同领父亲并以佢为目标，虽然仲未成熟，但非常认真每一代对战。阿顺咁啊，如假包换黐咗线嘅少年啊，净系识得向前冲，跟住话人迟到啦就要罚钱嗰、那个系啊 ，OK， 点啊？好，绑珠，欢迎嚟到咧精灵大师赛嘅世界，我系青绿，佢完全冇咩人语配音 ，OK， 先话俾你嘅名先 ，OK， 我名，请勿使用本名，用其他人嘅本名得唔得？唔知系冇人试过咧，细个嘅时候咧，好中意改人哋啲名。人哋嗰啲真名咧就攞嚟用嗰啲 online game 名，选择外观，男定女啊？通常话女嘅都，我想拣女都好想拣男嘅，个男嘅一面普通，哇，灼眼喎、啊、得。通常蓝色系最吸引嘅，呢个系放大放细嘅，哇 ，OK 喎、啊，使用头发。每样都系呢个头啊，好似真系每样都系呢个头啊！啊，哦，呢个色，跟住头发 ，Oh my god， 全部头发都一样样噶，唉，咁啊，唉，算啦，拣蓝啦，我拣翻蓝啦，用呢个色啦。OK， 咁啊 ，Go， 外观以后认我赶紧改 ，OK 啦，咁样。哦，原来系咁，好好嘅名字、啊，今日等住你咧，就是、我哋精力训练家嘅盛典，大比尿啊 ！WPM 世界精灵嘅大师赛，由世界各地嘅训练家组成三人一组嘅队伍，分出高下。每一位嘅训练家可以派出咧对住嘅精灵只有一只，考验嘅系队伍嘅凝聚力啊！众多训练家等紧动力蟹哦，系咪已经热血沸腾？高啦 ，Pokemon 嘅 Master 世界。
哇，又要捉住呢只又肥又黄嘅比加超。我一入嚟就见到一个嘅 Pokemon 嘅中心红董啊，红董啊。你好啊，呢度咧世界精灵大师赛嘅服务台红。哇，呢个字我唔识读喎。呢个日本成日日文一啲漫画见得多啊，但我唔识读呢个字。希望同呢个比加超一齐参加 WPM 咁收下呢个先啦。哇，等佢只 3D 兽 3D 龙嚟，呢个系咧多边手机，真系 3D 龙嘅手机系啦。喺呢一个嘅帕西欧呢一度咧，佢系必备嘅多功能资讯工具。WPM 系队伍战啊，当你要联络到同你组队嘅队伍嘅时候咧，可以利用佢嘅。精灵同训练家嘅组合咧，叫做拍档组合，称之为拍组。OK， 你唔会系揾紧一齐参组队参战嘅伙伴啊？咁样咧咁啱有一组咧，正喺度参加新嘅寻找新嘅伙伴，我嚟帮你介绍啦。我都听过咧，为咗参加 WPM 而寻找呢个组队嘅伙伴，睇下光景十足一齐组队啦。你都同意小夏，觉得唔错啊，好好啊，我哋小夏一齐加油啦。OK。关东地区嘅道馆馆主俏平嘅人与小夏，人称小夏嘅就系我啦。OK， 阿顶飞咗添，唔好意思。OK， 有啦，塔基斯要俾意志坚定，唔会输俾其他人嘅。咁咧，队伍已经做好啦，我哋去街上睇下啦。我先将呢个交俾你，随时出发。街角的相遇，不如我用电脑玩啦呢度。OK， 大岩石，我仲要 partner 你，你受啲咩攻击佢都会定下来咧做反击。呢、這、一个咧系同我嘅战术咧相当吻合啊！大岩石受到攻击之后嘅反击威力十足，应该冇咩精灵可以挨得住。我而家要出去啊！呢啲感叹号系咪啊？我阿爸妈都系精英训练家，所以咧，如果我成为咗坏女孩咧，阿爸妈都会羡慕死嘅。乜鬼啊？好啦，喺呢度之前，我都曾经到处去旅行，同你组队之后咧，我觉得我同精灵嘅感情变得更好。有冇咁快，大佬？你打都未打，你认真？精灵市场回复同埋提升精灵嘅能力啊！虽然攻击唔系我哋强，我会尽量 support 嘅，对我嚟讲家常便饭。整得好靓喎啲人物，即系你速度越快咧，招式计量槽累积嘅速度亦都越快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冒险主线剧情，新主线剧情开放，满怀希望嘅启程啊！第一章街角的相遇，好啦 ，start 街角的相遇。呢个就人工岛啦，帕希欧嘅最大嘅城市啊，中央市。知道有一对咧 partner 咧，应该愿意成为我哋嘅 partner， 有一对拍组。你讲合众地区应该喺前面啊，合众地区，请停手啊！强迫唔与对战嘅人对战咧，系违反规则啊！前面有闹哄哄，好似嘈紧啲咩？等我哋过去睇下啦。哇，竹篮啊！我唔可以接受，今日唔可以再勉强我精灵。就系咯，咁坚持要对战咧，就应该第二日嚟啦。姑姑阿竹兰一定要同你打啊！我点可以放嗰啲咁嘅机会啊？同我哋决一胜负啦！你仲唔停手？睇唔到啲好困扰咩？小光小霞，睇下你遇上麻烦喎，名医。OK， 俾啲颜色你睇。啊，首次通关，已经通过关啊，咁就 OK。我依家先打。点解我哋要揸又肥又黄嘅？唔通你唔知道啊？对上咗眼睛，对上眼实就要嚟上精灵对战咩？啊，的确系呢个。水到边个打系我哋嘅自由啊！唔好阻住我哋。好啦，嗰啲音乐全部改晒，唔系嗰啲音乐嚟嘅，同以往嘅。哇！点解跟两个 support 嘅佢？OK。首先用电击看看，佢系指定打某啲人噶。招式呢个计量槽，使用招式后会储嘅。
选择呢个小光落石攻击。点解净系打只蜡烛嘅 ？OK， 破泡沫光线。OK， 死啦系嘛？咦唔系弱点？应该同我谂嘅属性弱点应该差唔多嘅系嘛？会唔会好大分别呢？嗯，怂啦，波波倒下了，战胜了坏女孩沙莉。好啦，呢个系咪飞啊？其实都几长下喎，一场吓、啊，不过只系精灵之间嘅属性关系咧坏爆，同冠军对峙机会喺眼前，我唔会放弃嘅。跟住佢走咗，咦？呢个另一个嚟喎，好嘅大叔啊！OK， 三撞，咦？呢个咪头先嗰个？定系佢呢啲都系当系多重兄弟，定系一样样？可以给予两倍伤害，哦，可以减目标嘅，咁啊好啦，咁啊基本上就 OK 啦。我用小光系落石。炸佢！我话失啊，弱点系水啊，咁所以用泡沫光线啦。我搞掂啦，系咪有得抽蛋啊？呢只应该手机游戏多数嘅元素都系抽蛋啦，都系啲抽嘢嘅元素。但系我唔知道佢抽啲咩，虽然我睇过其他人话唔知抽精灵同埋 partner， 但我唔记得系咪真。升我叻啦，五 level。五呢弹呢个系人同埋精灵啊。OK， go。竹篮和名医，机会输啊！呢度我记住啊，你哋好啦。多谢你，我哋同竹篮讲嘢嘅时候，突然咧俾佢哋缠上，原来咁啊，冇事就好啦。呢位名医佢系咧著名嘅训练家嚟嘅，点解小光冇出啲例牌嘅开场呢？点解冇鲜花嘅？我想知点解？因为有事商量，所以揾紧你，但系令人惊讶，竟然连你呢个冠军都嚟到啊！你知我系边个？真系荣幸，我系竹篮。多谢你头先帮忙啊，特别系你啊，刚才嘅对战好精彩，感受到你潜能啊！既然有你啲咁嘅孩子咧，今后嘅对战咧更加令我期待啦。所以真系拜拜。其实嗰两个黑色系咩？冇人知道。佢头上嗰两个黑色系咩嚟嘅？居然被竹篮呢一个冠军咧夸奖啦，非常之出色嘅呢个战斗。正喺度咧召集一班伙伴啊，原来系咁，所以你系邀请我啊。总之嚟场精灵对战先啦。OK， 准备受死啊你，入我旗下啦。OK， 好。我即系呢啲应该系当一啲嘅新手伙伴啊，系啊，我估计应该系当新手伙伴咁送俾人啊，即系主线嗰啲。据估计佢呢一个就算入我旗下都唔会劲得去边嘅行动招式、啊。睇先呢度，我冇光线，好似用错咗，顶落石。哇系，行动数由自己啲三百不论是哪对拍行动数都会减少，拍组行动数，我真系仲有三 ，OK 冇问题啊，呢度用电啦，哇俾佢开技、啊，拍组草之光线、啊，睇下呢个呢只 game 其实系玩手速嘅，我觉得系咪玩手速嘅呢只 game？哇大镬啦！大蓝蛇就快玩完啦。哇，仲未死真定假啊？落石咁挨得咩？拍组技能。
又强又硬之岩斌。岩斌是一个定两个啊？定是全队啊？一个一三九 ，OK 喎，啲伤害。电死佢，搞掂啦，轻松。飘飘球倒下啦，咁就好成功赢咗名医。好，胜利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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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心心相明，太犀利啦！你嘅实力咧超乎我嘅预料啊！反倒系我咧要拜托大家咧，请俾我哋入你嘅队伍啦，就睇名医了，交俾我啦。有个人要介绍俾大家，叫阿顺啊，我嗰个追数佬、罚钱佬啊，之前见过佢咧，佢喺海边留咗一阵，我带你过去海边啦。OK。是不是有得抽嘢嘅各位？哦，腾腾蛇五星，最大星系咪九星咁样？佢呢只都五星喎、哦，你波度嗰系六星啊最大。你做咩要初谷？我喺呢度研究咧拍组嘅精灵 boss， 咩叫拍组？即系佢嗰个技能啊！系小军同小华话俾我听咧，佢哋同一个戴住帽嘅训练家咧做乜队？好在我唔系戴绿色嘅系嘛？习惯咗队尾啊，还在摸索当中。Don't worry， 重要嘅系咧变强嘅心啊！呢、這个力量咧仲蕴含住一啲好多未知嘅可能性。如果我研究出啲令人兴奋嘅成果，话俾你听。哇，咁嘅时间啦，我要快啲翻去买嘢啦，去研究室啊！呢度有好多嘢都可以，似乎咧派上用场，你点去睇啊 ？Good luck！ 成只猫咁佢个头。OK， 一西马西，得闲就嚟睇啦。商店我买咩啊？货金啊！即刻有啊！购买钻石、拍组、搜索啊！咩拍组搜索？呢、這个系抽人啊？系咪手抽啊？呢、這个就系所谓嘅。哇！大奶罐，大奶罐四星有冇搞错啊？OK， 呢啲唔睇住啦。呢个咩啊？铺头啊，喺呢度可以编制队伍，编制队伍，换走咗自己得唔得 ？OK， 好劲啊！成功编制咗队伍啦。当有新嘅拍组加入你嘅伙伴嘅时候咧，请尝试各种制，欢迎你下次再来。本将会重新启动，应该完咗啦，话手抽嘅阶段。好，哇就哇五百几咩咧？OK， 弹落完啦，我哋再望一望有咩特别先。要唔要一齐去游水？游乜鬼嘢水啊，兄弟 ？OK， 有啲咩人马可以拣啊？可以组队后宫队。后宫训练师就系我啦，各位。OK， 点解呢只友都喺度嘅？捉咗佢啦，拉咗佢啦，啲友。哦，呢、這个就系代表手抽啊嘛，一天一个优惠喎。提供比例有啲咩比例啊？呢只系五星，哇，最高五星啊！哇，谷子系四星，谷子四天王嚟，连武呢个都似系四天王嚟，呢、這个都系四天王。智慧系咪四天王？好似唔记得咯。呢啲冇管主，即系冇四天王都一定有管主啊。以上呢只系白金嘅，一齐行嗰个森林嘅货嗰个人啊，定系动画入面嗰个人唔记得咯。小蓝小风管主，谷老大系黑白嘅管主，呢、這个阿罗拉地区嘅队长啦。马志士不必多讲啦。福爷好似白金啊，神奥嘅呢个都系神奥嘅。哈奇富好似黑白，拿奇黑白，藤树唔记得啦，得藤树，藤树丰原，杜鹃丰原，阿笔系成都，阿里系咪关渡啊？唔记得啦，迪白金唔记得啦，真系呢啲得三星有冇搞错啊？主角五星，发生咩事啊？呢个比例系我头先抽嗰只系四星、啊。1%喎，
咁呢个有咩特别呢？其实呢个咩拍做手索，感觉上好似唔系好劲。呢个咩噶？我呢个系代表有人同我对话啫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今次试玩嚟呢度先啦。其实暂时嚟讲啦，作为一个新 game 嚟讲咧，都唔可以讲得太多嘅一啲情报或者睇法啦，因为佢始终都系啱啱先至整呢个 game， 所以都冇办法去挑剔或者点样啦。不过感觉上啦，感觉上咧，嗰啲人物有啲奇怪咯。哇，咁多钻石嘅，咁我哋直接十抽埋噶啦，呢度十抽埋啦，直接系咪得十抽啊？定系得单抽呀？哦，十抽要3000啊，咁唔紧要啦，我哋用我呢个先啦。磁王铸石笔啊！我顶佢有分免费同付费啊！食屎啊！即系货金先可以用呢个啊！拍组搜索点数一定会得到一个五星，我哋先抽一个啦，可能第一个就中五星咧。好啦，下去出啲咩先？插卡呢个样真系不得了，呢个 3D 龙。点样先至会系五星啊？四星啊？三星？大海大嘴欧啊 ！Oh my god！ 点解主角反而五星嘅吓？系咪因为馆主系已经封我顶，而训练家系唔会封顶，一路系咁向上升，向上升，升到为冠军为止，所以先有咁高嘅潜力。所以就俾五星佢啊！咦，呢、這个咪快咗？我望到，我顶马智士，既然系 bomb 啊！马智士，唉，抽埋啦，既然虽然我唔知点啲钻石有咩用，我应该都系回体力嘅。我见到有啲细星唔对路嘅时候再重开。如果真系全部三星嘅话，哇！暴雪王啊，冇咯，体力库真系全部三星啊 ！Oh my god， 插入落下 next。啲错 channel 啊！诶，呢个劲啊，系嘛？呢个族唔系五星，佢变晒彩虹喎、啊、，perfect， 一定系五星啦咁铺，太强啦嗰个气啦，嗰、那个能量气场，呢边个嚟噶？四天王李化五星，搞掂啦已经 ，OK， 你就系我嘅伙伴啦，从今开始，我即刻去做埋 partner 先，后宫训练家。OK， 一个大奶，一个理发，完美。呢、這个可唔可以调走埋啊？喂，可以、啊，直头连个连自己都可以掉走埋、啊，咁渣自己有咩用啊？呢只真系劲咩？草系冰冻拳能量后，其实应该系阿小巧会好啲。OK。中锋左翼同右翼，好咁啊！今次嘅测试嚟咗度先啦，唔错啊！呢、這个 game 咁快有五星，几好玩，各位务必一定要试玩下。好，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继续玩呢只嘅 Pokemon Master， 系咪先？拜拜。